个男人在没钱的时候和女人谈感情，你会发现他只想和你谈钱啊。当一个男人很有钱的时候和女人谈钱，他就问你为什么不跟他谈感情。所以啊，男人就等于男人。当一个男人被逼得只想赚钱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心就已经死了，他不再幻想任何的爱情，因为他在跟别人谈爱爱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在跟他谈钱钱。最可悲的是，一个男人一贫如洗的真心注定得不到女人的欢心。但是一个男人身价过亿的虚情假意也永远得不到女人的真心。坏人做了很多的坏事，突然之间做了一件好事，那叫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受到众人的追捧。而好人呢，做了一辈子的好事，偶尔做了一件坏事，那叫原形毕露，要遭到万人的唾弃。好人修行千年不成佛，而坏人呢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这是什么道理？这是什么逻辑？到底是让我们做好人呢，还是让我们做坏人？如今这个社会啊，是真的非常现实啊，老婆就像电视啊，情人就像手机啊，在家看电视，出门带手机啊，破产卖电视，发财换手机，偶尔看电视，整天玩手机，电视终身不收费，手机欠费就停机。